今天我们又来溪水玩啦。溪水，这是 uncle， 这是弟弟，包子的 uncle， 包子的 uncle、哦、是不是特别帅？刚刚我在车上画了一个淡妆，美不美？美。你看，湖北的肯德基还有热干面。包子，你看爸爸在哪里？爸爸。在这里玩，很大的一个儿童乐园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哇塞，我们溪水发展的越来越好了。哦，妹妹，哎呦，妹妹要爬出来了。遇到一个粉丝，他带我们做这个，谢谢他，谢谢。爷爷带妹妹坐蹦蹦床，哥哥也来了，一起蹦。哎呦！准备吃午饭。哎呀！我们这里要打包剩下的食物，不要浪费。是的，最好不要浪费。家乡特色烤甘蔗，给宝宝买了一个气球，玩得超级开心。孩子的快乐就是很简单。妹妹也想玩，鼻子好脏啊！哎，用他的毛巾擦擦。妹妹说我也要玩。娃子已经睡着了。玩得太开心，太累了。明天来不来？别让爸爸很累今天，但是是很幸福的。超级大，我的爷！